昆生、盖明辉，作品《寻秦记》，金牌兵人。新生代的广东粤剧的昆生可以说是盖明辉了，他演戏他的扮相是很靓仔的、本身呢他的人呢就是、很得意的，平时的样子就是眼仔碌碌的，他一上到舞台呢，哇，他的眼睛直情是炯炯有神，因为呢我们做戏呢就要手眼身法步，眼睛呢很重要的。玉环扇舟，红毯有我成。咁盖明辉呢唔单止呢喺舞台上边，粤剧舞台上边做得好，咁喺电视界佢亦都系做得好好噶噃。咁佢喺金牌兵人入边呢演嗰个角色叫做令狐喜，咁喺寻秦记佢同古天乐里边演一个角色呢就叫做龙阳君。在下素来恐我尊严兼顺，将军系唔嫌弃嘅，就同在下嚟个切磋切磋嚟。